身在沙沙作响，敲打着谁的惆怅，思念在一瞬间生长，才忘了夜多漫长。掌心的泪我倒滚烫，只愿为你三生痴狂。落花满天又闻清香，与你天地间徜徉。如果爱太荒凉，我陪你梦一场，赎回你所有泪光。这一路有多远，这三世有多长，执手到地老天荒。风起起雾茫茫，雨滚滚雪漫漫，一步步都陪你同往。牵着手别惊慌，管明天会怎样，哪怕注定流浪，哪怕海角天涯，手牢牢不放，爱念念不忘。人生何须多辉煌，浮华的终成空，执着的都随风，情路何须多跌结果都是你说了算。那你说，你现在打算将我怎么办？当时是我太荒唐了。当初你说无论如何都要与我在一处，你现在又说自己荒唐。司音少仙，你便成全我们吧。我跟李靖是情投意合，你们两个终究是没有结果的。那你告诉我，怎么才算有结果？始乱终弃是结果，还是拆散别人是结果？阿姨，你别叫我名字。是我负了你，阿姨，是我负了你，我不配与你在一起，你去与墨渊双宿双飞吧。你如今还敢羞辱我师父？当初是你说，无论我是什么身份，都要同我在一起。可现在呢？我成全你。少仙，请放开。
殿下，我们走吧。你真要随我去御剑？你要想清楚，我在御剑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二皇子罢了。殿下，我背叛了司仪，就等于背叛了昆仑虚，背叛了天族。我现在只有殿下一个人可以依靠了。走吧。师父，你出关了。行了，下回别在酒窖里生活。若为时来得晚了，半个昆仑虚都给你烧了。徒儿错了。喝了这么多酒，哭出来才好。否则郁结进肺腑，就可惜我这些好酒了。师父，你为何这么早就出关了呢？你学仙法不专心就罢了，哭也如此三心二意。师父，我又不想哭了。好，那便不哭了。师父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可有落下什么毛病吗？无妨，还不需要你将自己炖了给我做补汤。师父，你都听到了？一清二楚。那离镜的双眼生得甚是明亮，可惜眼光却不佳。师父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我只听说那长得与你颇像的女子已随离镜回去了。他们走了？回异界去了。走了也好。师父，我们不说那些不相干的人了，说点有趣的事情吧。有趣的事情？师父，既然你已经出关了，给我讲一讲东皇钟吧。东皇钟？你为何突然问起东皇钟？我只是偶然听说东皇钟在秦苍的手上，后来我翻阅了挺多的书，也没有查到所以然。典籍上记载，东皇钟是由师父所造，是毁天灭地的神器，为何会在异界呢？当年与魔族大战，天族为了跟异族达成结盟，父神便将东皇钟交给了秦苍，以表诚意。所以师父，这东皇钟真的能毁天灭地吗？不错，东皇钟是个极为凶险的法器，一旦被击出，便会毁灭这四海八荒的一切生灵。唯一阻止它的方法，便是用一个强大的元神来生祭它，才能重新将它锁住。那生祭之后呢？生祭者魂飞魄散，东皇钟平息怒火，天下太平。所以若秦苍叛变的话，那东皇钟就是大患。师父，听说东皇钟还可以封印元神，
是真的吗？不错，但能利用东皇钟来封印元神的只有天族、凤族和九尾狐族。所以能做到封印的只有狐帝、折颜还有天君，还有为师我。师父，灵宝天尊遣人送来帖子，说是要开法会，想请你去。弟子知道师父以往都是直接回了的，但这次毕竟是灵宝天尊，也是时候让师妻见见世面了。师父，你真要去啊？你收拾收拾，后日就动身。是。师妻，师父以往都不接这种乏味的帖子，此次肯定是看你心情不好，郁郁寡欢，才想带你出去散散心。你呀，都这么大了，该学会让师父少操心，这才是作为弟子的孝道。知道了，师兄放心吧。哎，我们都知道，你是看到离境带走了玄女，才会如此的伤心，因为你心里有玄女。我心里有。不用多说了，师兄都懂。二弟，别来无恙了。夫君，二哥哥绝对不会私通天族，求夫君息怒。自知对不住你生母，为了一统一界牺牲了他的性命，跟你说本君何曾亏待过你，任你花天酒地，流连凡间，烟花柳巷，我可曾管束过你？我有两子一女，对你却最为容忍，如今为了一个小仙抛妾一界，和昆仑虚私通，你该不该杀？该杀。住口！我最恨你这番模样，和你的生母一般无二。离境甘愿受死，只求夫君放过那个女人，此事与她并无关联。死到临头还惦记什么女人？夫君，你叫我什么？夫君，我才是离境在昆仑虚带回来的女人，我才是他的心上人，绝非那个司音，求夫君明鉴，勿要枉杀无辜啊！你说什么？说清楚。离境是去过昆仑虚不错，但是却为了窥探虚实。夫君应该知道，离境在大紫明宫时就假意与司音交好，后墨渊杀入大紫明宫救走司音后，离境也趁机跟了去。夫君是看着离境长大的，他对异族有没有二心，夫君难道不清楚吗？说下去。
我在昆仑虚被殿下救了一命，也因此对他一见倾心。心甘情愿跟随殿下陪他来义剑，玄女现在是他的女人，也自然唤您一句父君。虽然殿下在昆仑虚一无所获，但是玄女既然跟了他，就应该替他尽了做儿子的孝道。玄女愿助父君攻破天族。 谁给你如此胆量，竟敢说能帮我？夫君恐怕不知道我的身份。我是青丘白玄的七妹，就凭这层身份，我在昆仑虚一直颇受各位上仙的符咒。那又怎样？就天族与异族的大战，玄女曾听昆仑虚的人提起过。据玄女所知。 昆仑虚藏有天兵阵法，用来抵制敌军。本君自然知道，当年与魔界大战，墨渊带着天兵，摆下七七四十九道阵法，威力巨大，也因此逼退了魔界。玄女有一计。 可助父君拿到阵法。说。但玄女想让父君答应我两件事情。敢跟本君谈条件，不怕我把你身首异处？玄女不敢。玄女说的都是小事，只不过是想让父君放了我跟离境，再为玄女赐婚。 将玄女明媒正娶入大紫明宫，就这么简单？离境啊，离境！想不到你和你的生母一样。 可以让无数人为你们赴汤蹈火，只为尝半身策。夫君这是答应了？当然，本君答应你，明日大婚，四匹麒麟兽把你接进大紫明宫，明媒正娶，我义剑为你大贺九日。 多谢父君成全。离境宫中美女如云，娶或不娶，本君不在意。你要记住，进入了我的大紫明宫，就是异界的人，切勿忘记你承诺我的阵法。玄女绝不会让父君失望。 二位殿下，慢走，请留步。墨渊上神，真没想到今日墨渊上神亲自而来。方才出关，恰巧小徒尚未来过上清境，便带他来一起散散心。司音上仙，前些日子我们才见到，今日又有缘相见了。 墨渊上神，小徒司音，快见过天族的二殿下、三殿下。二殿下、三殿下，<笑>二殿下深受天君宠爱，前几日天君还想拜托折颜上神为二殿下向青丘白浅提亲。啊！司音上仙为何如此惊讶？可是认识那个青丘白浅？不认识。 小徒是折颜捡回来的小狐狸，送去我那里学艺，想必是听到恩人的名字，心里很高兴吧？高兴，我高兴。既然上仙与上神如此相熟，那你认为，上神会为天君说下这门亲事吗？我
不知道啊。我想，折颜上神也不是那么爱管闲事的人啊。父君交代，若墨渊上神真来了，还请上神去一趟大殿。异界叛乱在即，还需与上神共商军事大计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上神身上的伤不轻啊，此番是强行出关吧？所以才来上清静，借天尊的温泉一用。啊，我这眼天泉虽有灵气，却也不是万灵药。上神如此急于痊愈，是为了养护父神留下的金莲，还是为了异族？两者皆有。我前些天去了昆仑虚，已经察觉到金莲的气息。恭喜上神，快要大功告成了。我也察觉到了。殿下，阿音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娶你。殿下，我是玄女啊。没错，你是玄女，你不是阿姨。你不是阿姨。今日若是她，断然不会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去加害自己的同族。他这么重情重义的一个人，我却为了你辜负了他。殿下，可我这都是为了殿下呀。玄女，你看清楚，你爱错人了。我这里确实住着一个人，但不是你。对不起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殿下，你不要在我们大婚之夜说这些好吗？大婚。
殿下。怎么，我的新婚宴，大哥也要守在外面？哼！若不是你娶了一个好老婆，父君早就将你身首异处了，还留命让你洞房花烛。大哥，你错了。我们兄妹三个，对父君可有大用处，他不会杀我。把二皇子带下去，严加看守，不到出兵日，不得放出。是。去，把那个离境的女人给我拉出来。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是二皇子妃，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放手！天祖墨渊，闯我大紫明宫，抢我干儿子令宇，屠我异界兵将。本君身为异界之主，绝不能受此羞辱。尔等可愿追随本君，将这天下倒转，乾坤一位，把这天君老儿拉下九重天，让我一族一统天下。属下誓死追随。好，把这个女人扔回昆仑虚，让天族看看我们异界起兵的决心。没想到十七随师父出这么久的门，师父不说，十七也知道，师父是为了哄我开心。算你还有些良心。十七，嗯，为师有些倦了，咱们在此处小憩半个时辰，你看如何？嗯，好。离境真的负了我，千万年后我终有释然的一天。左右不过一趟儿女私情，哎呀，让师父跟着我忧心了，真是徒儿不孝。确实不孝。你师父因受天雷重伤，尚未痊愈，又早早出宫，全都是因为你这个小徒弟。如今他心火焚身，你竟然什么都不知道。还好，四哥跟哲言还不知道这件事情。若他们知道了，肯定会嘲笑我。幸亏那天的信还没寄出去。
四哥，你还有个四哥。不过四哥也说了，这天族跟异族迟早要开战的，不知道师父到时候会不会带我出兵。跟着师父学了20000年，还没有带过兵呢，我也是亏了。出兵，若我是墨渊，定不会让你隐身。九师弟又要赢了，大师兄，你怎么心不在焉啊？秦苍也有起兵叛变的动作，师父却迟迟未归。假如秦苍在这个时候起兵，那就是大麻烦了。嗨，区区秦苍怎么会是师父他老人家的对手呢？你又何必如此紧张呢？我想大师兄担心的一定是，师父曾替石矶挡过3道天雷，又提前出关，旧伤未愈，难以大战。此事切忌在石矶面前提起，否则他又要过度自责，借酒消愁了。石矶说不准还在想着玄女呢。说到玄女，李靖带玄女回异界之后，大肆操办了婚礼，异族联合9日，怕石矶听到了，又该要上心了。石矶，各位师兄好，我已经把师父平安护送回来了。嗯，不错不错，走的时候啊魂儿都没有了，回来啊依旧是过去的石矶。这次跟师父出去真是大开眼界了，我本来以为师父对那些佛法道法的东西不感兴趣，没想到他老人家辩论起来真是滔滔不绝呢。每每有神仙前来的时候，均以师父大胜，实在令人唏嘘啊。大师叔二师叔，那个虚拟被人丢到我们山门外了。什么什么？你为何会如此？你不是和黎静完婚了吗？大师兄，千错万错都是玄女的错，玄女不应该轻信黎静那个小人。大师兄，你快去告诉上神，异族已经起兵反叛了。当真？秦苍为表决心，另为黎静选了个异族女子，将我用荆棘抽身扔回来，都只不过是想要羞辱墨渊上神。我先替你疗伤。这茶杯不错，可还有多的，赠我如何？好，明日让人送到你宫里。墨渊，你对此事如何看？吾乃司战之神，若异界执意要战，那便战吧。至于战后，天君要如何让异界甘愿臣服于天族，那就不干我事了。此事无需上神忧心。可惜啊，可惜，这莲雕的不堪入眼。你可有素胚？着彩上釉这等事情，我倒想自己来。我让徒弟去翻翻，或许有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秦苍已起兵叛乱，他将玄女打成重伤，丢到山门外，
怕是一表与天族决裂的决心。天君，帝君，蝶峰先帝的疗伤告退了。看来比咱们猜想的要早，已经起兵了。一族有20万兵将，也请天君点兵20万，与我用上10日。那就仰仗上神了。大师兄，咱们昆仑虚没个女的，真是如何是好？哎，就当他是个男的吧。大师兄，快要出人命了，你还顾忌什么？哎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好歹也是明媒正娶的二皇子妃，怎么可以打成这样？真下得去手？都要你死我活的大战了，还有什么下不去手的？对了，今日天君和帝君来，只有你在大殿侍奉，可有听到什么？天君准备如何部署？看不出师父有什么担心的，帝君也是悠闲得很。天君一直忧心忡忡地问师父如何是好，可帝君一直向师父讨要喝茶的慈悲，估摸着帝君和师父都不太看得上这场战事吧。虽然我不太了解天君和帝君，但我知道师父，他战前越是轻松，就说明这场仗越难打。阿姨，你来干什么？哎，你怎么去了一趟异界，学会跪着说话了？那你跪着吧。哎，要跪到底才显得诚心啊。阿姨，是我鬼迷心窍了，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。其实我心里是愧疚的，始终无法放下，是我欠你的。如今这一切也都是我自作自受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你以为你深夜来这哭一哭就能算得了你这笔烂账了吗？阿姨，你既不肯原谅我，为何又默许他们将我救回来？救你的人是大师兄，默许的人是师父，与我有何干系？你自己说，你昔日的所作所为，当不当得狼心狗肺这四个字？司音，你不能对我如此绝情。你别过来。我若真是绝情，当日就该一刀砍了你。今天救你的人是大师兄，是因为他心肠好。我告诉你，我眼里容不得沙子。我奉劝你，他日你伤好了，赶紧给我滚出昆仑虚，免得哪天我多喝了两杯，找你讨个因果报应，谁都拦不住。你跪着吧。九师兄，没想到九师兄也有站墙角偷听别人说话的习惯。绝非偷听，我来是想通知你，准备跟师父一起去天宫点兵。师父要你我一同去吗？不错，我与你同师父正面迎敌，其他师兄弟各自领兵，防范于异族与天族的交界各处。你可有什么疑虑吗？绝无疑虑。你大弟子瞧不起我，死活都不肯娶我。你十七弟子也瞧不起我，让我跪地羞辱我。没关系，这些都没关系。沐月，今夜
我就要当着你的轩辕剑，拿走你昆仑虚的阵法图，让你们一败涂地。Sure.